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，任务艰巨。为了提高我们的通信质量和效率，上峰决定把我们的手机网络统一升级成3G 网络。3G？ 啥是3G？ 网络速度就好比开枪的速度。这就是2G 的速度。这才是3G 的速度。第一次总攻开始了，炮灰团攻上了日军阵地，可是经过飞机侦察，只有日军火力点的邮件是迟迟没有传送到他们的3G手机中，炮灰团遇到了空前的危机。快点把3G网络给我连上，等会儿师傅邮件发过来了。什么玩意儿3G 啊，王叔怎么这样啊？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。师傅，报的是那个情况，全都通信了。什么？那 QQ 中转站呢？就两 K 的速度根本就传不动。什么3G啊，全他妈蒙我们的，在这根本用不了。你们肯定用的是山寨3G 网络，我们在用联通的 WCDMA。 什么 WCDMA？ Yes Yes， 我们国家用的是 WCDMA， 我们隔壁的国家，隔壁的隔壁的国家也是。别跑了隔壁了，赶紧换联通的 WCDMA。 WCDMA 网络抢好了，赶快发个邮件看看通了没。不错，够震撼，要的就是这种速度。给前方发邮件进攻。集团集团，邮件收到了没有？邮件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收到了，联络3G贼快。哈克亚路就抓破山寨3G邮件发不出去的家伙。我们有了联通的 WCDMA 重镇，这次一定拿下狗日的，冲啊！